哥，小婷来了，我帮你拿。我先去书房做个文案。哼，啊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嗯，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子的。行行行，我帮你按摩吧。啊。儿子，你吃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静心哥哥上班这么辛苦，你不知道他要吃清淡点吗？你是故意的吧？来，我们去外面吃。儿子。活该。